马丁、池端、黎明、安妮。Chinese New Year， 还是红包？你们台湾不是给红包吗 ？Fabio 呀 ，Fabio 新年快乐！大家要 Fabio，Fabio 每个 Fabio，Fabio 是法国，是不是 ？Bonjour，Bonjour， 不丹尼，啊不丹尼，不丹尼，新年快乐！哦不丹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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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他的妈妈也来了，对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小妈妈好漂亮哦，跟你一起来台湾过年，小妈妈，那日本呢？日本。怎么这么长？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。他也会讲日文，对，他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。巴丁，在台湾过第几个年了？现在已经第五个吧。哇，你讲话其实眼睛闭起来，不知道是外国人。你好厉害哦。他的发音真的很标准。对，你是来台湾以前真的不会讲吗？我完全不会啊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来台湾后才开始学的。不可能，你真的不可能。他讲话声音有点像聂云哎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很聪明的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是喜欢女人，喜欢女人。语言，他的日文也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他日文也很好。对啊，我之前是住在日本啊，他在日本待过，对。哇，只有你在日本没待过。哦 ，sorry， 发飙，拜拜。sorry， 拜拜，干你去哪里啊？拜拜。没有，我在。哎，法国这个时候很冷啊，在这个时候最冷的应该是法国了吧？没有，瑞典，瑞典，瑞典，俄罗斯最冷。Excuse me， 法国最不冷，台湾最不冷啊！台湾这冬天都在短裤啊，对，真的哎，台湾怎么冷？台湾最不冷，难怪只有他穿背心呢，我的妈呀！俄罗斯超冷，俄罗斯超冷啊，好，太北。今年的冬天呢，让你们来台湾过个年啊，大年初四。今天是过年的第四天了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问我们在俄罗斯怎么过年？俄罗斯过年很辛苦吧？太好了，那随便做菜了，阿姨呀。稍微了解一下嘛。俄罗斯也过年吗？我们有过年，过年 ，Aaron 这么说，你们想知道吗？想。你想知道 ？Snowen Godam。Snowen Godam。Snow。你们过年吃饭很重要。吃饭很重要，一定要团圆，非常，非常。无论你在哪里，除非你关在牢里，否则都要聚在一起。对，啊，都要。没有家人，也要跟朋友一起围炉吃饭。我们的螺丝吃的不重要，喝的比较重要。那俄罗斯那边过年会吃什么？会吃什么？对。最传统，我知道我们会喝什么，吃的。应该是说是你们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汤，对对对，要一个什么特别的食物吧？没有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汤，是拿一个碗，然后倒 vodka 进去，对 vodka， 然后就是这样，对，就这样子，那叫啥？就是 vodka， 又简单又好喝，又简单做的，很厉害的。今天大年初四是有红包可以拿，对，耶，红包，但是要拿出本事来，赢的才可以抢。谁跟谁一对还没有确定哦，但是是一男跟一女，然后跟我们主持人配对，好，变成一个 team， 然后来抢红包 ，OK？ 好，现在呢，男子主先登场，我们看两个人热炒的结果之后，再来决定分组。好 ，OK。眼睛张大一点哦。好，来，马上进行第一阶段男子热炒分组赛。真假男子的热炒分组赛，现在你们的菜名在我的手上。马丁跟 Fabio 呢，待会看到以后就知道这是什么菜。嗯，事实上呢，菜牌已经在你面前已经放好了。我们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，这个菜五分钟之内做完。嗯，它是什么？一，金鸡独立，我有高丽菜。我想一般人都吃过，哦，应该都吃过。是，福禄高丽菜做完之后，直接送到这边来，放定，又快又好的当然就赢。好，快的分数就会加那么一分。好吃的话再加两分，应该就赢了。吃完之后两个人猜拳，输赢的就来选对手。好的 ，OK。可是你们没有去那个食谱啊？我们没有食谱啊，没有吃法式料理，你有吃过吗？法式腐乳有吃过？没有吃过，也没有吃过。我可以帮忙吗？我可以帮忙。当然不行，当然你们有你们的菜哈，女生下一下。下是男生。第二 round， 我们是 round two。round two。法式料理很容易，你把菜炒熟，豆腐乳拌一拌，找一个这么大的盘子放在中间一点点。对，男生先下下，如果身边可以放 truffle， 就这样，也不是都这样的。法式料理。法式料理。五分钟准备，腐乳高丽菜。对。计时开了 ，Go！ 多少？五
芭比欧，你如果没有吃过豆腐乳，不知道味道，你可以尝一点点。你们知道芭比欧很会做菜，他现在又开一个餐厅，真的是真的，嗯，法国餐厅。那第一个餐厅是什么餐厅？健康咖啡店。咖啡店，咖啡店。哇，在台湾吗？在台湾，对。你在台湾学会什么菜？啊，三杯鸡。哦。哦，他也知道用塑胶袋嘞，得上飞机，得上飞机啊！对啊，上飞机，上飞机，只用一点点啊！不要其他不足吗？多一点吗？要多一点，这样炒起来很少哦。对，它会少哦。对，我看过，就是好像做过这些，对，它让菜比较好。他其实大概做过12次左右了。加点盐，很利落，很利落。对，加这么多，这是什么？还加水嘞？水吗？还是醋？对。哇！然后再把它弄烂。可以加水吗？软化的更快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水溶于盐的时候，软了软了，它的延展面就拉大了。OK。这边可以先开火，这个可以见吗？这个可以自己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用我们说说，没有血啊，鸭就是用丢的。鸭子，对鸭子 ，OK， 对，最大的是最大最大的，最大的，这是最大的。好，看隔壁，坐，马丁。哇，真的好厉害！快点，马丁。嗯。你怎么还没开始炒啊？对啊，阿彪已经在开始炒吗？对啊。哎呦。而且它第一步切好了，你有吃过豆腐乳？没有，也没吃过，没有吃过。在台湾这么久没吃过。Chinese cheese， 对哦，是这样子哦。The blue cheese， 嗯，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吃过，因为通常应该是说这种台式料理是负责老婆做，老婆会负责做。对啊，一般都是我知道不会啊。哦 ，OK， 可以开始，时间还有3分钟，三分钟哦。等一下，谁先放到桌上，谁就开始先吃了。还有葱、辣椒要赶快煎的呀。哎呦，想不到瑞典马丁也有切中药的能力，切生片的能力。瑞奇马丁的弟弟叫瑞典马丁，他是瑞典马丁啊。对吧？哎，但是瑞典马丁你要切开啦。哎呦，还没有切开哦。哎呀，这很像窗帘呢。哎，对啊，特别慢，做特别一点。嗯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那个刀口。你刚有尝一下味道吗？啊，咸不咸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每个牌子不一样，你要自己感觉嘛，感觉有一点。抹一点试试看。是啊，牌子有些很咸。时间在走哦，快点哦。放了，来不及了，全放全倒。你有加盐巴在里面吗？有，也有加。哦，好快哦！时间还有1分30秒，来这边请。哦，你还加酱油哦？我要打。那个很咸哎。它变了一大块，它没办法全部融了。需要汤。没关系，我会压。大概像这样子，3/4颗的高丽菜要多少豆腐？2块吗？那如果以刚刚那个豆腐的大小呢，1块就够了。是啊，因为它高丽菜也下了盐巴去腌了。对啊，而且它刚刚放酱油。这个很像吗？你那边有试吗？对啊，你要试一下的，因为每个牌子不一样，所以很咸。其实它发式跟价格一起出现的味道。啊，好浓，哎，还蛮浅的，对不对？融了。你要加辣椒，加什么吗？还有30秒，快哦，比看谁最后快一点哦。好像好了耶，法比哦。你剩下的大蒜要进来吗？哪一个？大蒜吗？剩下的大蒜。多一点，那个熟就好了。差不多了吧 ？OK 了，可以盛。哎呦，还蛮快的，其实。嗯。哎呦，快点喽，差不多。把阵仗摆开来。芭比欧好了。中间就位，准备。中间就位。嘴巴等他们过来。快点喽，时间到喽。快点。
喂，各就各单位，各就各位，两位主厨就位，盘子装盘，快点用到的发票，快点！哇，这么快啊！哇，时间到。法国主厨的感觉耶，哎呦，你的蘑菇有洗干净吗？有吗？我洗。OK， 好，他先端上桌了，先吃他的。好，嗯，一个姜片的味道还蛮重。对，姜的味道。姜的味道。这边。各位夹中间的啊，真的，嗯，那个豆腐乳比较好，它豆腐味道比较重，好吃。剪刀石头布，啊，我赢哦，嗯，你选吧，八秒，哦 yes， 谢谢，我想要选瑞典马丁，为什么？刚刚看他整个做菜过程。完成度不重要，而是过程他感觉比较好控制，因为他就是自己一直做。现在换女子组了 ，Round Two 女子热炒分组赛就位。女子热炒分组赛开始选女队友了。嗯，他们要做的赛事，叫做大鸡大力，好难做哦。这菜没听过吧？没有。虾酱空心菜，虾酱空心菜，俄罗斯大战日本，预热战争呢？怎么样？真的可好了。1904、1905的时候，哇，记得清楚。就那次谁赢啊？那次这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虾酱空心菜一样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OK， 哎，不知道。这么少、啊，虾酱好重哦，味道。日本有这种料理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有那个我在台湾吃过，这也算。是谁又煮过给你，还是在台湾吃过？我在台湾吃过。其实这是泰国菜，这是泰国菜，这也不是台湾的热炒。这是泰料理。很紧张。一个日本人做一个泰式的泰国菜。这样够吗？还够吗？还够。弄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要在这弄太久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没切。快几分钟？差不多一样。一样都五分钟。五分钟。一样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OK， 红苋菜啊，先这个。一直在跟电视。你在翻锅吗？这个应该这样吗？是吗？那我记得你蛮会做菜。对啊。可以的，不要哭。是肚子痛的。好紧张，等一下，哎，小心点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哎，等空心菜，等一下自己，等一下自己 ，OK OK， 空心菜全部吗？要开了，拉开。OK OK， 不要它炒一下，等下就没了。它其实手很巧，它抓只是抓得很准。是空心抓龙，它就是这样。那个还要不要？要。要不用吗？不要放在一起，不要放在一起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放了，快！不要太犹豫了，差不多了 ，OK。OK， 炒起来。时间还有三分钟。三分钟，真的假的？安妮。白芝士，你可以帮我看我切辣椒可以吗？很干净，你要很干净。但是你虾酱全放啦。我等下不会有那么多哦，我先放那就好。你有吃过吗？在台湾，我吃过。我也有一直收看你们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知道怎么说。太好了，我是你们的粉丝。你赶快，没时间了啦。还翘脚啊？还在翘脚。我担心他哦。有他在的厨房，但是每一年都要对。对，因为他每次抢救一次，对。他每次都很可怕。哎，整修还算好了，他是抢救一次不一样。可以先放，先放，可以可以。就丢了吧，这不用等，这不用等，这在等的时间到。先保险，虾米，先保险，保险，先保险，没有包厢没办法唱嘛，先要抢包厢之类的，先要包厢。一个虾米，对。
好像还不错哎，安妮今天很稳，我们很厉害。我上课开玩笑吗？今天俄罗斯不见得会赢日本哦，我觉得。一直都这样。一点点。香了吗？香，味道有味道吗？没时间了。好，请带一下这个，加多少？大概1/3，是不是？一半太多，不知道哎。1/3是不是？1/3，对。这到底有多咸啊？它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啊？加水吗？这是油，加油，这个要加油，对，加油。好像有点要焦咯，大蒜要焦了，你有没有要把那个梗放进来？你不要焦它，干什么？来，我也担心它。很辣吗？我梗，我们不要焦它。这个，那么这样怎么会公平？梗，来，大家选它嘛。不是，它本来就很少做这样子。那个太大。No, keep going。是热炒啊，大炒。而且它其实还1/30，还可以走。黑了。有不错，好香。调味，你试过味道了吗？嗯，试过。哇，逻辑很好哦。哎，还有在做菜啊。他会做菜。而且中华料理应该也会一些。嗯，但是啊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他会翻锅，这很难翻哎，这边难翻。哦，新菜超难翻。对。你做菜会碎念哦，你在讲什么？他会闷闷哈，他会一直。来，边做边碎念。是啊，差不多啦。你看又开始碎念，要碎念了。味道呢？他有多咸？够了吗？我觉得我就是没办法，放进去，它味道很重哎，没关系，很优雅哎。你有加鱼露吗？鱼露有加，哇，那这样吃很可怕，有点味道，有点它没味道哦。哎，要不要试试看，看有没有味道？但是跟点菜，时间还有30秒，拿筷子。拿筷子，懂得把空心菜做不同的程度的切分，然后先煮会先炒梗的啊，比较硬的部分，菜梗的部分，大概就成功一半了。对，其他就调味的问题了。对，咸吗？没味道吧？还是跟奶奶？不咸，有虾酱吗？因为他刚刚嘴巴太咸了，没味道。陈哥，你帮他吃一口啦。哦，这不能帮。啊，那个有一点。好像往中间就位几位对吗？盘子在后面，你有饭盘吗？饭盘了，上都已经打去了。来，中间就位。好，时间准备。哦，太咸了。干什么东西啊？时间到。来，中盘快点。拿上来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很尴尬。太咸。哎呦。把菜端过来，快点！拿上来，快点，吃吃看啦！哎，我们一定要吃哎！好紧张哦，他脸。不要怕，我们这离医院很近，不要怕。因为我做的比较不好，我先教你们一个跳舞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样加分吗？现在他先好，先吃他的。先吃他的。哦，好好吃。是吗？有一点咸，但是这个有一点咸吗？可能先要吃我的，再吃他的，你们不会觉得很咸。你的那么咸，你的很好哎。这个不要吃，没关系了，差不多，味道差不多。里面有爱是吧？有放你的爱。我就是希望阿基斯不吃就好了，说不定你的不咸。还说在那边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差不多咸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我做菜真的还不错，很多人这么说。差不多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个咸，这个是喜胜，这个是，我们来猜拳吧，行。有人说不，有人说不，拜托你选安妮，安妮，你帮我处罚他。你会火
悔，相信我。我先去洗肾再说。今天红包都是我们的。You busy yourself， 你忙你的。